好要哦，讲很久了晚上好啊，好要，我刚才说什么？感谢陈的会员，感谢老君的会员，好，今天会员数够了，可以关台了，大家拜拜。啊，没有啦，我在说，短时间也不会参加巧克团啊。对啊，然后我说今天画的图是最近在看的，被推，然后我说好像有稍微被打到，然后就来画画看，然后想说好啊，都没人理我，我还是关台去睡觉好了。然后才看到说，请问今天是无声台吗？还靠腰。
我去上厕所了，嘿嘿。而且看到画面都有在动嘛，安静画画台，反正也想啊，有想过，然后画着画着人去睡着，人去睡觉了。我改名了 ，Q 的要记得我的名字。我波浪，知道啊，我有说陈呐、啊，我刚不是说感谢陈跟老 G 的会员，还是你不是跟我讲？感谢陈的抖内。身体好点些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也不是说到没有好啦，你现在跟你讲好，晚点又不好了，还不一样，就变得比较嗜睡啦啊，也是因为这样才没办法参加角客团啊，不是呆鱼，不是说沉吗？哦哦哦，跟别人讲话。上次我看到眼泪掉下来，你看什么？我现在脑袋动很慢哦，药的副作用让我的脑袋动很慢，所以啊，没看到，没有，无视到，没看到。不要动脑动嘴就好，不是啊，你画这个也是要动到脑啊啊，难过难过。就 FB 发的那个，哦哦哦哦哦，没事啦，就是懂吗？平时还好，就像余震好了。就是要找有东西抒发，然后，最后就是，一直没有抒发，发到最后直接爆炸。我相信你的手会能帮你晒，不可能，我也希望啊，我也希望啊，有个睡觉会画画的手，谁不要啊？
感觉应该要先多画几次再画的啊。我有睡觉会自己画画的嘴巴算吗？有时候睡到衣服上面会有深色的图形，有口水印吗？算吧，太空里安安。感谢雨烈的四个月，我不行，一讲话好想吐。感谢空宇的会员。睡眠难没有啦，其实是半夜有醒着，是半夜那时候也在等三江他们都结束后，就带他们跑的。你们搞得很像去年生日欸，干嘛？谁？有谁？我看一下哦。感谢大鱼五个月，感谢利恩27个月。感谢盼盼的5个月，感谢无名14个月，感谢欧弟17个月，感谢生母的斗内。对，感谢马田的25个月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月的爱，我生日那天你没开台，我表达不了我的爱，没办法，我生病了，对不起哦。我有吓到，没有，那时候在查东西，而且白痴，你又知道我吓到，我那时候没开麦耶，想骗我。音群呐、啊，还是那么调皮哦。今天已经骗到钱了，改关台了。啊，上班真辛苦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抖内，谢谢，让我可以多休息几天了。不行啊，画这种衣服好难画、啊。
嘟噜嘟嘟噔，嘟噜嘟噔嘟嘟。等一下哦，抓条西点。下班了啊？不是哦，最近，不然前阵子其实有开早上的台嘛，可是开着开着后面又觉得啊，早上在开干嘛的？虽然有陪到一些人啊，可是真的没有啥人。所以刚才就要关了吗？还没啦，挂完吧。下班下班，你下班还是我下班？感谢 Joko 的 Donate。我觉得教主之后还是少开台比较好，你知道少开台就是少工作吗？工作量变少啊，影片观看就变少啊，变少钱就变少，就会跟之前一样啊，恶性循环啊，我说了。尤其重要，没有会穷死。好啦，题外话，有没有看得出我在画什么？雨林安安，没有，好，没有是正常的，还没上色，一些特征都还没画出来啊，怎么画那么久？果然是要先。练习过哎，哎呀，根据多年判断，哎，你也真的是很烂哎。那时候泰拉瑞亚在等你，又等不到，我们进度推完了，你都还没出现，烂人。那阵子很惨啊，七月只上了，我们六月玩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你上了九天班，那应该有更多时间跟我们玩啊！啊，还想说什么？那还想说啊，我们要拖完进度了呀，啊、你到底上不上？对吼、哦，你是腰在痛吼、哦。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了。
还好轻松系列也结束了，没有就是系列结束了，让我们有事情做了。如果系列还在的话，搞不好还是可以继续开啊。因为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，那当时唯一的动力就是轻松系列啊。那当轻松结束了，就是都结束了，就跟跳中介的成就一样，结束了。哦，怎么画啊？画不好哎、欸，画不好、哦。你在找工作？怎么大家都失业？失业还给钱啊？天哪！小鱼不是也做到八月？找工作面试机台游戏动画，差点就要去柬埔寨，那很必要哦。啊，我先去好不好？我哪天又 po 文啊？最近要去柬埔寨啊，柬埔寨做治疗，各位再见。就是啊，你是觉得哪边画的怪怪的？就想到那一天，有人叫我画裂空桌，画到现在，啊人嘞？啊，你找不找到对话记录啊？那个人，哦，那个人，哦，真的是哦，对哦。柬埔寨疫情很严重吗？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天哪，你过得太爽了吧！请问还有人不知道柬埔寨怎么了吗？我来说一说，我来骂一骂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人家袖子怎么画。
啊，怎么画？画起来就怪怪的。好吧，应该这样。又台是不是？好啦，不要再聊了啦。嗯，不要再聊了。不是啊，最近睡觉，每次听新闻都听到这个。啊。我的画画是什么软体哦 ？SAI 啊。你也在赶图？你在赶哪一个的图啊？没有，今天本来要玩的啦。但是巧克力要我好好休息。你在赶啥图？哎、欸，有，看到有人说了啊。嗯，这张这个是最近晚上无聊，然后被推来看的东西。啊，就是会好一阵子没办法参加巧克团。推应该很有趣，我上次光是没睡醒，跑去推，推到头很痛。我已经好几个月出现过了，出现什么东西？你说 GWT 有吧？想做周末截稿的亚克力哦，巧克团哦。
啊。我去查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眼睛尖尖的。我这本来想要私下自己画了，因为，咋说嘞？你也知道画这种图，在这个状况画这种图，一定都画得很不好。看什么？你要看这部吗？哦，当时我也想说这部我应该没兴趣，因为这部是男男番，欸，但看完之后我觉得哦还行欸，因为没有说到那种猛男，然后肌肉碰撞没有这画面。啊，反而是那个反正这种就只是用嘴巴在那边撩来撩去的，就还可以。对啊，然后才觉得说哇，至少之后如果又剪片的话，又多一个背景音乐可以听，因为之前都是听全职高手在剪片啊，现在要多一个了，还行。打开腐腐窗户了，其实还好欸，没有，主要是里面的角色跟故事内容啊，他也没有一直很腐啊，就是主要是一直在介绍他的剧情，然后有一些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子。看什么眼睛啊，好难画哦。魔道也不太符，可以看看。没有，我最近晚上在看另外一部。看完应该也要25号、26号了。在看剧。很久没看剧了，
好奇怪哦，好不像我的图哦。剧情有点复杂，为什么？现在的话题到哪里了？嗯，果然很怪。眼睛低一点哈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多了。因为只看过一次、啊、所以我当时也是完全没玩恋与吧，不是那时候出恋与周边吗、啊、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怕说没有玩啊，你硬要去画会不会就是踩到别人的雷，就是有些什么禁忌之类的，比如说谁什么不能这样子画还是怎样的。后来想想还好吧，不是有些梦你都喜欢画自己的那个想要的样子，对吧？但是有点拖堂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样是不是好多了？我已经画一个小时。啊，这部叫做啊《天官赐福》，哎，其实可以去看啊。他也没有说到很，就只是觉得很甜，然后看到后面，也不是看到后面啊，我看到一半就有点想哭啊。动作做不出来吧，好烦哦。动作没有想象中的想要的感觉。然后果不其然，我没有存档。啊，另存新档。是哪个资料夹？啊，我的电脑在哪里啊？我的电脑咧，桌面图片。欸，靠，我的不见了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在这里。OK。 嗯，啊，我们再画，强调一下好了，不然后面故事很虐，我猜得出来。
看到这个后，我画的好烂，烂啥？你看啊，都没有动作啊，我就觉得啊，怎么画画都没进步啊，反省，动作做一下吧。我看一下他的脚，有没有花城的脚啊？花城，你的脚长怎样啊？花城，我每个都是把脚给切掉的。阿成，你的脚长怎样啊？没有哎、欸，什么脚？肥脚？好物，好物，这什么好物？就是这样。话说光遇更新快出来，大概就是阳光日介绍见面的。我知道啊，今天不是有更新吗？啊，上色，上色。一个图层，第二个图层，还有很多问题，正常的吧？你手画超烂，不是啊？看你平时有没有在长在厚啊？而且画了几年呢、啊？应该说有没有心，想为了这个角色，为了这个人，啊，好好的努力，把它变得漂亮之类的。还也没人一开始就会化妆的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的啊。忙 PS 上架，哎，我有听啊，说什么？前年是手机，去年是 Switch， 今年改 PS。我改 P 啊 ，PS 跑图有料，让解析度更高哎、欸，也还好哎、欸。哎，到底是手机的画素高还是 PS？
我上次花哈计时手画的超烂。你是说你的手很烂，还是哈计的手很烂？图片里面的手很烂，还是怎样？啊，手不好画啊。手啊，眼睛啊，脚啊，反正不好画、啊。男生的手，你是实体哦，不是实体哦，你是，你不是说你画 Q 版吗？啊 ，Q 版的手不需要什么骨架吧？都在画实体，不实体，正常比例哦。应该说是正比还是 Q 版？没有啊，你觉得画的不好，你就多练习啊。啊，我是索性放弃正常比例的图了、啊，就是画不好啊，就发现自己没那个慧根，于是就只画 Q 版。啊，天赋没有点到那个东西。
本期玩手游吗？目前就光遇跟子母之母而已啊。嗨，番茄。争取我毕业前画画啥？嗨，谢谢安安，子母之母有玩哦？没有啊，现在就上线抽角色，玩的不多啦。不过就是有那种角色要关卡解锁才能获得那种才会玩，不然只要是抽角色的话，把角色抽一抽就关掉了，就每个月初抽一下，那就关掉。子母之母钱花太凶了，他的氪金比例很奇妙，他的十抽要1000多块钱，虽然很合理啊，可是对我讲，对那种游戏其实很不需要哎、欸。啊，可以选的话，我应该。当时如果要玩的话，应该不会想玩子母之母了哦。那也是跟几个人在聊子母之母的东西啊，他们觉得说哇，那个效益比真的是很烂哎，因为他的卡池就是会越来越多，而且角色越来越难抽满，也是因为他被人家说不好玩的原因。反正我是删的，我没办法删啦，太多舍不得，舍不得、喔。感谢景月的16个月，昂贵的包子啊！感谢干爹。欸、对，稍早有人是昂贵的包子的吗？就是那一批订阅潮的，有人是昂贵包子吗？请出声，我再好好感谢你们一次。我怎么喝了这口红茶？感觉嘴巴好臭哦！
啊，看来是没有。哦，买不起，也是啦，三百。蛋蛋，你现在应该就有一个月了，从蛋蛋。作业安安，吃饭了没？有喝汤。喝汤，啊！我看到你玩那个光遇，哎，啊！我有空再加你，还是你现在贴我等一下加？忍着鼻，其实主要画这个怎么讲？因为我不是说想要一直。想要在今年再画那个布布的东西，可是就是一直画不出来，而且我又怕说，状况时好时差，然后说啊，累积一点图，看后面可不可以拿来做商品。怕是我今天画了花城，明天画了另外一个男主角，有两个画风差太多，我是担心这个东西啦。大家都在玩就入坑了。嘿，怎么了？还穿什么？嘉轩的免费实习，王宇最近都没跑满15个了，白痴哦！那你还一直丢爱心，钱太多。明明是我邀他玩的哦。没有，其实中间有些人退坑了啦。对吧、啊？已经有些人没有玩得像当时那么疯了。想想一下哦，西敏吧，西敏好像也比较少上线，然后克洛伊还是偶尔会上线一下，然后谁，马同学也是偶尔上，月月也是，就比较常上的就是大鱼、欧弟、佩佩、番茄、藤他们。所以我晚点那个光遇的新盘要更新一下，那种不常上线的把往后挪了。啊，不常上线的兔崽子往后挪。黑糖早安，早安黑糖。这边是在养病的失踪人口，哈哈哈。月月被我丢在后面了，月月很少了啦，还小李，生日快乐！
欸，结果你说的那家难吃的凉面，我昨天家人跑去买那个凉面给我吃，我觉得还行欸，还是我太不挑了。没有啊，另外一个男主就是一直撒白甜啊。另外两个叫什么忘记了？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哇，他叫什么？不知道他是他的太子。完蛋了！戒灵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太红了，对。欸，你们很多人都有看啊，我的天，傻眼。对，但我生日已经过了，我知道啊，你也是。你也是有在 FB PO 个什么说，其实今天我生日，不是吗？我有看到啊，啊，只是没有心情回啊，只是我今天没有心情回啊，你想怎样？啊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打架也打输我，比身高也比输我。啊，你不是前阵子也是说什么学长那种食量变那么小，知道原因了吧？这不是吃拉面还是什么的，有你点大碗点小碗的，原因知道了吧？我本来想画伞的啦，可是就是想不到，想画伞，想画。银色蝴蝶的啊，画画怎么那么难？黑糖叫我画画啊，我那时候都在看你说史啊，想说你的上色我真的好喜欢，就想说看看可不可以偷到什么的。看是会了啦，可是眼睛是会了啦，可是手是跟不上啦。懂吗？写轮眼啊，眼睛跟上了，但是手跟不上。这时候你需要素材啊，不行欸，我还是没有那个勇气打开那颗卵啊，不是没有那个勇气，是没有。多讲好难说、哦。我当时换新手机也是犹豫很久啊，最后是想说啊，这个有手机真的不行了，我才果断决然的是直接换掉。换完之后很香，但现在我没有说 SAI 不行，只是我也知道你们说的哇都很香什么的啊。啊，我的个性再改一点就好了，再果断一点，是不是就更完美了？很多素材，欸，有啊，我还是时不时会上去看一下，有些什么，像昨天我也上去看有没有过期，还是前天啊，忘记，不知道时间忘记，好像啊，还没过期，好欸好欸，然后就关掉了。因为现在喵哈都会时不时上线提那个看一下提醒我说，哎，凡希这个月要花多少，不然会过期哦。我说哦，好好好好好，然后就会贴一些他觉得不错的素材给我，然后说感谢喵哈，我的素材买完了，因为之前买一些素材，那可能会过期二十几个素材，哎不，200多点的素那个点数，然后我怎么买都是五点
五点、十点、五点、十点，他上次丢了一个两百多点的，然后直接买下去，哦，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一部老师应该那个宏源应该会很喜欢，但他没有罗，那没有正太啦。嗯，再红一点不够红哎、欸，还不够深哎、欸。其实我肚子在叫，不是饿的叫，是痛的叫。好脏的颜色哦，然后蓝一点的话就这样子。好吵！啊，眼睛真不愧是灵魂之窗啊！没加好，变得好丑哦！天哪、啊，那下拜啦！我加上去，我说好丑，你说可爱，不会不会是你们说的啦，丑死！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要知道。我都懒得画眼睛啊，我眼睛也都是这样子画的啊。跟你讲，逃避现实就是不会进步，你懂吗？今天你放弃画眼睛，你就是放弃了一次进步的空间。你看看我画了多少那种痘痘眼，我就是放弃了多少进步的时候啊，这个。不要乱学啊！啊，能画眼睛，尽量给我画眼睛啊！听到没有？我以前也讨厌画眼睛啊，是后面真的是，情非得已，哎，然后才决定开始画眼睛。你要画的痘痘眼，不是你要想哎、欸，也有人画出你的拟人不是吗？那时候我看到也是吓到啊！哦，怎么可以画这么好？啊，我等一下要吃个药了，又心悸了啊！没有啦，我今天就是主要也是怕想太多，想说玩个巧克团应该就不会想那么多啊，结果还是要休息。好了，好像快画完了。
啊，你怎么画画可以这么随便啊？油漆桶倒上去撇一撇就好。你好扯哦，凡心。你画久一点，你认真画吗？眼睛真的都琢磨很久，就你呀、啊，你的眼睛都超好看的啊！看看那个漂漂亮亮的眼睫毛啊，再看看那个可爱的放大片，是放大片啊，美丽的放大片。你在练基础，你就是在那边乱来。你跟你讲，你先把笔刷。你先把你的握笔练好。你看你画的图都那样抖，你先把你的线条练到不会抖，再开始练习上色。还要给我描图，你不觉得整个画起来你的感觉整个很奇怪吗？你有照我方式练没有？是说你光遇那一张啦，那张不就是你还在边猎龙边打日麻边画的图？眼睛作弊的笔刷没有，因为现在这位是前几天刚买绘图板的新手，然后再跟我问说怎么画图，还会把方法跟他讲，但他选择先用描图，然后被我挨了一顿。我都说油漆桶啊！感谢把布的会员，如果有兴趣加入繁星的 DC 赖群，可以私讯繁星的图我粉专哦。你只要不上课不念书，每天都在画图，就会变成像我这样。我也是啊。那你下次就说，你就会变得跟繁星还有没有他一样。哎，画完了啊！好简单，好简陋。我有点想抽这一次的牌背，压压牌背。我把眼睛作弊笔刷传给你，好啊。等下那个是要付费素材，是免费素材吗？啊，没事啊，反正宰了就对了。抽了啦。欸，那个保底买也好贵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你这什么头贴啊？蛮可爱的、欸，不用叫哦，脚痛脚痛，眼睛，好吧，水钻石水晶刷，我看一下那个软体哦、喔。啊，我还没存档啊，另存新档。北原莉莉，我那个还好哎、欸，我就是想说这一次角色还好，我就想说，终于不用花钱了。但是看到说啊，小五的新衣啊，
巴木维的衣服啊，买了买了买了，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。OK， 然后就又花钱。可以啦，不行啊！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抽卡啊，抽东西的游戏啊。当然会有想说，嗯，自己一定不会那么悲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一定很欧啦之类的。五十点哦。购买，150点购买，好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我买好了没有哈？啊，去了去了，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以先存 PSD 就可以拉去玩玩看，先存，好啊。PSD 存档哦，这种图我一定会存啊！我也没觉得自己很欧啊，十抽北原莉莉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你想说什么？好啦，我也不知道干嘛了，环境就到这边好了，环境就到这边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不知道干嘛。好啦，感谢啦。啊，观台观台，感谢大家。之后有空见啊，要想我、哦。啊，大家下次见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可能半夜，可能一样。哇，辛苦了，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啦拜啦，去看狼人杀吧，拜拜拜拜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可以画到2个小时哎、欸。